是拍一下合照嘛。哦，哎，那大家还是一样，都还先帮我合照。今天今天哪勺啊？那老师帮我倒台球，大家合照。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老师今天还是还要长官来拍拍。没有，今天没有拍照。小虎告诉他。好。可以搞什么？怎么搞啊？还在安寿吧？唐总官方说呀，飞机有时间，一楼我赶时间。
我怕你们哈，勿忘勿报，勿忘勿报。林天海已经是一只高书了哈，董眼前也高神的哈，伊老奶奶国耻耻于嘛哈，耻耻作秀啊，在歌唱底部啊，伊做哪个？受油啊，下水的国耻，做做的作秀啊，啊，做做作秀。我说伊老个同时六百数哦，那三百数有没有？同时六百数哦，伊数学同时六百数有吗？全部到以下都不会，啊、哦，全部到以下都不会。很多阿弟们有个T 字规，有吗 ？B 字规，基本上以下都不会嘞。啊、哦，有仓，有量，有仓，啊、哦，跟人家合作，啊、哦，像在之前，汉语飞啊，有个说明一个统一个呈现。有传统的，有现代朋友啊，有出边的朋友的那么个书啦哈，哈，有没有人做过？啊，意思就是讲对起来讲啊，哈，总要有个实事有嘛啊，有做这老易做票，啊，老易点票，根本问题。他说，做十个，你想说两中他了啊，两中啊。当然，死老婆有妈女朋友啊？啊，操！一朝用操嘛啊，一朝用操嘛啊，一朝嘞，莫作票，莫编票，就会死死平平啊，就会死死啊，有可能就会破破破龙龙松的形式啊，有的嘞传统那个死杀是用隐藏的，隐藏的哈，隐嘛，隐私啊。都几个可能天生这个吧哈，刚刚买股票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曲色的哈，曲色啊，这就有本家啊，有本家哈，食捞胸引胸啊，多黑穿出来的啊，有作曲有编曲，还有其实这个内涵都差不多的啊，后面在后面讲按旧作用，还有看一下汉语英文学校。有一只后生人啊哈，做老个正常语言错误啊，错误有嘛哈？跟数十，用假意思变转他搞法，反转他搞法就出来，人反转他搞法以后，由哪里造出，变成一数国诶，啊，诶国外嘅银行先啊哈，唐后唐后唐，啊唐后唐啊，南西啊唐后唐啊，你到底做诶？老的死啊，反应变得很搞吧，以后变到国外，还有谨慎，老被变出来，啊，哎，你穷家你就看到吧，死老国有嘛哈，哎，当家做的演戏了哈，都演戏了，好，按了解了哈，可是那个科场养成不能嘿，汉语文化的教学的教材实际了哈，如果。后来的主要是谈的死活部分哈，那底下冲量追到大概有四个突盘红电嘛，杜康当格嘛，啊，一个德国人嘛哈，台湾的客家演戏的德国人哈，客家文化的德国人嘛哈，以主要啊，当初上面目的啦哈，追到有杜康方格的哈，有杜康方格哈，以前我们在北段一度有嘛哈，做创业哈，还有创业哈，做在湛南的杜康方格的石造也好，也是神话上留下来的家体也好，文物也好有嘛哈，做创起做在湛南，上下做在潘东路的江初碧衰，分到六月。就明天十一号对吗？明天十一号，你做摊贴的汉语时的浪秀，啊，汉语时的浪秀必衰啊，不设各种族，啊，不设各种族啊。给浪秀必衰，就会用两顶眼的图盘的时间，就会用个那个图盘黄叶的石，啊，来做必衰的内容，啊，做浪秀图盘黄叶石哈，做汉语啦。啊，汉语了哈啊！
这个县艺术也和维基的艺术做一张老兄的一种比赛啊，还有六年生日活动啊。托盘房价啦，今年单位啊，你姓朱的姓布尼啦，姓朱的姓布尼啦。托盘房价比不能嘞，盘房价啦哈，盘房价啦，你想盘啦啊，盘嘞幸福的开箱啊，这个哈加供养的，加大做个一本司法的壮造，一本司法的壮造啊，一本司法的壮造啊。所以呢，蔡英文是他党该开始有嘛哈，作为党员名的哈。那后来突然红叶出生以后了哈，到特殊的时节，给托给日本是他很多社会教，社会教老的共和教育嘛，很重要。查共和教，很难的社会教啊。全部的人按呢個社會學研究了沒有？一般來講啊，共學到是台灣研究的啦，台灣研究的啦，社會學到是日本統治的時候有沒有？日本人的社會研究的，不錯，突然講的這樣是會通過社會學到的，就知道這個家族有沒有？在日本時候有到接触到呢，日本的那种文化啦，哈、哦，文化哈，我们讲，光明化时节，光明化时节1937年哈，光明化开始的时节嘛哈，比如我认同的日本文化，然后讲日本文化哈、哦，然后作嘅和服啦哈，和服有嘛哈啊，接触嘅日本的文化啊，拜神社一类哈，种种嘅歌唱哈，对日本化嘅歌唱哈。还有多少地度啊？突然房价就会扑个社会房价，哎，扑社会房价啊，他家个比例六地度就讲到我们概念，讲因为我输到个日本人的这种起伏啦，输到日本人的起伏啊，这个样子当然是唔够反抗啦。啊，唔敢反抗啊！唔好提提啦哈，在比例有幅度，比如讲个讲，我受到个日本个恐吓个个欺负啊，因为提供日本学校，后来突破新竹五中啦哈，就会前身啦哈，新竹五中前身啦哈，初中的时节啊，有一个淡水个五支学校啊，女子学校啊，参加歌唱啊，参加歌唱比度啊。当然，其他家庭制度啊，在家庭制度也讲黑十八，也讲私烟嘞，又咪讲朋友啊。你看咧，信步啊，五族地位嘛，五族地位嘛，啊，五族有，其他不卡制度咪讲私烟嘞啊。但咧，本身嘅信步长朋友较多啊，大家啲朋友多。我记咧，在不卡制度讲私烟啊，当然佢开咗强了多啊。打你有机会哈，去看一个采访的纪录片哈，就是伊讲的发言嘛哈，是西海强，吸烟地都有海流的哈，吸烟地都有海流，一种西海强啊，一种西海强啊。好，伊采我看伊都伊在讲讲吧，但呢，从伊开始读书的时间，伊都接触了个五年的教育。日本的教育啊，在歌唱地度有嘛哈？比如开始用日本语嘛哈，而下诗啊，而下文章，而下手算啊，那手算哈。在个记录访谈的个一种访谈记录地度就讲到讲，一做起啊，没有下手算啊，没有下手算啊。后来伊个汤。汤水嘅五支学校毕业以后啊，就实在多嘅一个新妇用嘛哈，教科书，啊，是咩？做个开课嘅先生啊，教科书，啊，后来就家庭嘅医生，乡土啦，啊，乡土，叫做杜庆寿，不是讲你啊，怎么来？杜
攀当革呗啊，亚美尼亚的杜攀当，杜出来讲讲冠夫姓啊，冠冕夫姓啊，当英文姓上一个刘嘿，姓上个刘嘛哈，所以刘英文啦哈，哎，这嘛天龙神冠夫姓啊。慢慢来的都是冠夫姓的，冠夫姓啊？对呀，只有现在才没有主冠夫姓的。有冠夫姓啊，我冠夫姓，推断那个意思。亚美尼亚就是下死呢，亚美尼亚就是下死呢，哈、哦。就掉个掉了，冠就是下死的呀，有冇啊？有冠讲的，六国的去乡，老五冠去六国的乡，一万草田。刚到了，你们现在到了边外，蚩尤驻地，是吧？啊、哦，爱出个乡里嘛，啊、哦，虽然讲爱加落棚，啊、哦，加回乡里位啊，爱在乡里嘛，啊、哦，哈可能有都看层层的意思呢，啊、哦，冠夫姓啊，我讲你加了哪个卡就变成哪个卡的，嗯，是吧？啊、哦，哎，没老家东西哦。哈哈哈！哈，没那有没东西哦，啊、哦、啊、哦！有的做题会讲啊，你看我来钱我来买来的哈，啊，就是当财宝哈，比如讲，在做广东做一只买卖用的哈，所以用钱来买，两三年哈，都拿不卡来哈，比如讲个用你哈，私募的，还有干过啊，还有干过哈，嗯，好。如果加高场地度啊，哈，大家也讲加高场地度，其实都管理都要差不多的哈。今年啊，哈，1997年，一多年出生呢，1997，啊，你前面你跟总收支呢，那是出生嘛？总收支啊你投研啊，最有名的财产文化子母啊，哈，财产文化作家呢，1995年，嗰时候几样啥去查？两岁，啊，两岁哈。其实讲高场地度有嘛哈，那一空幺，啊，一空幺哈。突然讲起在1940年以前啊，日本时代加上那种野球开高场有嘛哈，基本上是野就会在日本的创造啊。如果是无有利于日本的创造有嘛哈，没有利于日本的创造啊。参加个台湾文学史，也讲日本文学史啊，建立一个 TV 啦啊。节目在台湾方面啦哈，建立一个 TV， 对吧？一个 TV 没引用日本大创作，哈、啊，没引用日本大创作哈。不过那个时期啊，1940年以前嘛哈，以主要啊在下作上面嘛哈啊，用下作用日本大。来表现以及自己时尚感情啦，好、哦，也所以讲，俺用嘛该发来下作，主要用嘛该发来表现起自己想法、观念、感情一个东西。好、哦，俺来问他，老师有创作过没？哈、哦，什么有创作过啊？还有其他有创作的理念哦？应该有嘛？好、哦。从西到东，应该有啊，哦，不可能三回吧？十，是不是？啊？全部啊？他刚刚没有下过造文，造文因为算创造嘛，造就是创造嘛，啊，下造嘛，啊，啊，我不要了啊，啊，哎，造文他要买耶，他没有东西了啊，啊。他有多少心啊？他对他搞两项法的了啊，嗯，所以说两意思是说哈，在1940年以前啊，哈，在日本时代了，然后在1917年出生，或者18岁以前啊，你受一个下葬有嘛？主要是用透过日本的哈，用日本的传他一个时尚感情哈，就变成一个文化上啊，好。在1940年以后，什么概念？念啥？1940年。1940年以后。
好，我们大家来搞念了。唔使讲光复，系嘛？光复有记上两字哦。光复，他记起了光复哈，所以写了光复。听一下，哪公讲呢？降服、降服、降服。听三字两字，中啊，准战中终点的中，战争的战。那三字两字哦，我们欣赏了哦。总战战争的战，中战。啊，三字两字都差很多光复，啊，肯定没有光复中学哈。啊，哎，那为什么两字很多降服？听三字两字很多总战，啊。全部是在1945年了哈，1945年啊，就战争结束的时间哈，向我们欣赏，我们精神下欣赏，陛下欣赏，你们家三丈两尺，现在前面再来讲，一个意思也不改。那四面的解释很有意思哦，你四面解释什么的？哎，还有没有意思？是吧？老师你还在缅怀了？啊，毕先生啊，毕塔先生啊，好，先坐慢点啊，好，哎，毕先生，哦，稍等，稍等，台湾光复啊，台湾光复啊，日本降服啊，日本降服，稍等，稍。超，这个意思是讲啊，哦，不是某个名字哈，哎，我们是跟你讲哈，哎，降服所以提倡日本人的观点，做亚公，这样是讲降服的时间，讲提倡阿哩台湾人，这样是日本人，本质嘛哈，慢慢形成一种地，因为讲也日本人，不错，对于这样的讲地，有文化嘛，懂没？降服嘛，是嘛？嘿，日本人的观点嘛。日本在这样时间时间点哦，个结果嘛，那降服嘛，天一点降服嘞，那其他应该关掉。收服中。谁的观点？国民党啊，中国嘛，是吧？中国嘛啊，国民政府关掉嘛。好，第三者总战呢？中战。终止战争，停止战争的，可以比较中性的，是吧？啊。两方面嘛，你说我提在翻译短点，反正就是战争结束了，它叫总战。好，两张摩呢？台湾啊，跟第四啊哈，国民政府啊，在1945年以前是统治到台湾吗？但是到五十统治到台湾，就马上到广府了，广府应该。广府医生来，失去的把它收回来嘛，哈，什么？失去的把它收回来嘛，哈。但是其他台湾的观点呢？啊，你们经过总法民国国民政府的通知啊，中华民族到广府呢？哎，可从底牌是吧？亮亮知道底牌啊？哎，你不能生出门。国民政府过来啊！1945年以前是日本统治嘛，啊，1895年到1945年，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了啊。那五十年以前，日本人统治五十年以前是秦扯什么？秦扯政府是统治台湾要花15年，1983年到1895年。215年的控制哈啊啊！哎呀，看看国民政府还我控制高台湾啊！啊，如果这样子讲，广府会有问题，因为讲会有问题。哎，好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因为大多的广府的体制不敢管掉，你不应管掉吗？是吧？老外台湾人有嘛管呢？是吧？啊，老外台湾人有嘛管呢？你仿佛在引领大师位在场战争啊，
退伍后，退伍后，啊，但退完年金厂委会都跟来，没港服，妹妹港服，可能还总站的哈，总站的哈，所以说，如果你在一个高层领导台湾去留日本天数的，我讲出边呢，对冇？走日本边的呀，有没哈？因为刚才讲，哈，还有还有啊，也是走日本边的，因为他后边还是更有名的，给神风，不该，神风特工队嘛，有更多被演出名嘛哈。啊，佮四年也五四年嘞嘛吼，变作去做比也许珍惜菜，珍惜在争吵啊，有的嘞都难容易，难容易哦。战争结束以后，有的人要买嘢，当赚多，赚到台湾，啊，当赚到台湾，啊，佮时空背景有嘛，到底离开时间有嘛，当赚来的时间都差很多，啊。来讲，猜到是1945年以后啊，那一群人哦，本个国民政府啊，那有去啊，怎么讲？去中国，怎么讲？战争，是吧？1945年以后到1949年啊，这两次有个国民政府、国民党闹共产党，是吧？啊，那国共内战，好、哦，可是那边。那批周边啊，唔知吃面啊，唔吃面的啦，反正就是周边啦，啊，就周边啊。有的咧，有的咧，嗰个战士嘛，有的咧，嗰个共产党，作党啊，迄个变成共产党咧，啊，变成共产党啊，有的可能，有可能1949年可能国民政府转到台湾，哈、啊，哎。这样情况哈、哦，好，这那三张两次的哈，三张两次，大概都是十套哈。哪里有仅一辆两次有的哈？最数十哦。好，大众的空间两个有嘛哈？哈，但国有六个那个箱的有嘛哈？一品上面做一只十啊，一只点有嘛？好，还有等于一次品台一种十啊。可能你做咧装线，你讲咧，你讲五星注意啊，那个平田的嘛吼，平田的吼，平田那种观念都要实地观，啊，一大堆事啊，哈，一大堆事啊。好，等于1945年以后啊，国民政府通知，加上那个日本使团呢，有推行个日本文化咩吼，日本语咩。做火风啊，啊，近代日本的神沙啊，哈、啊，跟日本发多少？但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嘛，开始有推行了吧？中国吧，中国吧，好比讲那个石头山，有听过？当作个老农民特别的石头山哈，跟石头山去在一批很多紫阳门。紫阳门就是替这个很多门的嘛啊，门的，石头给他门了紫阳门，紫阳门，一定要有对联，要面对联你想到，城外不相关啊哈、啊，城外不相关，几经沧海几桑田，城外啊有城外就是。三门内三门外嘛哈，一张系修行的个地方嘛哈，一张系尘滚滚红尘的哈，尘外不相关哈啊，几经山海几山流哈，胸中无所得啊，胸中没有什么利益欲望啊，追求的世界有啊，但是青山半百有啊，强山怕远哈，强山怕远哈，胸中哈心宽度有啊。从那墙上拍掉哈，老嘅世界嘅利益啊啊欲望的嘛，全部掉到无关系啦哈，无关系啊。嘅自由门，日本呢非常是排扁啊，紫阳门啊，日本是他要大正五年，大正五年就是民国五年啊，1911年哈、啊、是
民国民国快是呢哈，1912年还民国一年嘛哈，大正五年，还有1945年还有伊拉有多少年？民国五年，啊，跟这一场争鸣推动，做起了一本吧，然后呢，这样子啊，1945年的总会吧。哦，不说有创立安永年纪以上的人啊，有透过各社各种各种的高口水人啊，所有的还通不开，通不开你，通不开吧，通不开吧。好，你是的，搞不开。你是啊，你是用贵用贵很高了哈，你是搞不开，你是。中国历史哦，地理的，中国的地理，是吧？啊，不是一切除了民族同来，总会发一种高用的啊，总会发高用啊，那种高用作为到，它就会那种姿色的高用，反正做底下做桂林嘛，是吧？一般桂林是不点发，不点发，是吧？很高不点发，北京话。哎，北京吧，各样是有大阿大阿么个吧，哈巴，哈巴，好巴，台湾演出名呢，所有出品那个个吧，好冇，好，哎，各地市嘞，走过地市通啊，好，刚有多少提供都干多多高，其实安利虽然到书高有啊，但是对提防沙棘台湾所有的历史嘞。很有意思，很了解，很唔识咧，是吧？我说，阿你无创嘅中国来嘅作家有那种怀强的那种经验啊，是吧？阿你以为做得到？阿你去改改拆贴那种神话的经验吗？但是你拆贴神话经验，你太过高的观念嘛啊，又无飘飘，无飘飘情况之下，你做咩？你做？所以我们你也要好好做两下归乡你好好你要买点很难错你啊你搞的就总会的历史啊不是我们对去改改改的历史我一定要给你啊但是说啊你要改改的历史要一段批评要一段年轮要一段事业的定格做你要给下手的题材的时间你下错了吗想出来，因为某一要点，某音色，啊，某音色，啊，不是，也就像是刚才讲，啊，你创造音嘛，哈，还从自家身边呢，事情开始，人开始，啊，人事物体景，啊，所有的这个东西是外在的，但你注意的是透过那种外在的那种留下的，表现自家应该心怀对吗？感情啊，想法吧，是吧？好、哦，给出为给出一种下周的一种训练呐，哈、哦，下周的一种思考，是吧？你先从去改最舒适的、重音色的啊、哦，最有把握的音量下，好不好？要咱们还有五琴键的啊，五琴键，你对去改阿妹应该懂舒适、懂音色、懂了解啊，能量下去改阿妹的时间。有吗？好、哦，就会多一种语言来体操，有吗？用了阿梅，做两个下周一种体操温柔，然后表现你自己的感情，哈、哦，对阿梅的这种死喵喵吼，哈、哦，干喵喵吼，白喵喵吼，哈、哦，这个东西，哈、哦，好、哦，哎，我们了解不？了解哈。好、哦，所以说阿丽讲完咧，都突然狂言哈，啊，突然狂言。不过阿丽加那种透露的歌唱哈，阿丽悄悄的提高啊，念了下周会按样意思的哈。好，1945年以后啊，突然狂言并冇关系，也给下周哈。一方面还能用英文创作，另一方面呢哈，作为去搞个练习哈，练习给。中文的下招，
当然，这样是几多种文化包括，我说你下出来语文创作的时可以嘛哈，来拜托朋友啊来翻译啊做中文。不过你哈台湾同有两个李明勇啊，前面是老的杜潘当局嘛哈，翻译的日文的史作啊，透过的文友啦哈，文友哈，文化上的朋友啊哈，然后翻译翻译啊。那我的方面呢，以真言的学习用背景发落下作，作为阿里通中文哈，阿里通中文。但呢，阿里家种桂鱼啊，啊，来同先生做一只顺，受约桂鱼啊，参日本史团很多日本发，参中华民国啊，桂鱼他对桂鱼也用过很多背景发啊。当然你爱讲白语啦，啊，不简单白语啊。再来，猜下你后期啊，啊，你家所谓讲的桂鱼运动来，唔要单数了哦，啊，先生记得了哦，啊，你客家方面桂鱼哦，还有私心哦，啊，客家方面桂鱼哦，桂家鱼也哦，啊，方路方面桂鱼哦，年初你初鱼啊。啊，紫色的哈，台湾是不出啊，有阴天那个是不出个个年初年初有嘛哈，没有桂鱼哦，啊，葱鱼没有桂鱼哦，啊，韩国是哈去拍了都台湾素鱼哦，台湾手鱼哦，啊，没有桂鱼哦，啊，不说你哈讲的桂鱼是淡素呀，复苏哦，重复的复号复苏哦。啊，是复数，是斗数哦。啊，我说，俩爷爷搞爱听你讲国语好吗？啊，干嘛讲的就是桂鱼啊？对吧？啊，啊，你讲的就是桂鱼哦。啊，不过桂鱼的哈，是复数，是斗数。啊，台湾汉语，台湾，他台湾原住民族语啊，台湾数语，呀，数语为最桂鱼啊，那时候有桂鱼，哎，经济会改念发展大哦。啊，天气过干热，发生发，哎，鬼天到抓到鱼也全部过鱼。啊，不过先生在老好非常地主了嘛哈，那老先学生的哎观念上面嘛哈，都在容易转变了哈，在转变哈。到哪里啊？很多什么叫诗啊哈？什么叫跨语言啊？跨就啊，你讲听啊，听啊哈，听用一下，你在竹字边上尖了嘛。啊，听，土盘房这尊听歌语言的台的人啊，啊，跨越语言一代的给作家诗人，总收这么黑哦，啊，总收这么黑哦，总收这一黑1915年是吗？1915年到1975年，以数位黑皮粉导游，杜浩，啊，医生年。1915年到1975年，都以史班，很多总发史班和高毕业嘛，啊，总发强点史班和高毕业嘛，啊，以数位的日本教育，学习用日本发啊来讲来写作，啊，但呢一下编帖呢，无干无啥，1945年啊，变到中国发音中有强行去加学习哦。从波波摸波开始啊，啊，你讲波波摸波要讲，波波摸波，你讲波波摸波呀，假如你好心的时候波波摸波，假如啊，讲不好啦，你好心的时候波波摸波，假如，啊，你好心时也是爸爸妈妈，假如，啊，我看看音色是吧？马上要问了啊，波波摸波说呀，波波摸波说，波波摸波说个假如。我们学生就是这样子。啊，波波摸波，他们讲什么？啊，你刚才在讲什么？刚才说错。寝室啊，今天已经搞学生的房间，搞学生房间了，想注意搞学生的房间了。因为啊，你发多的时间是学生来谈得到，多的时间他学生来谈得到。但是你发谈得到吗？谈不到，因为你本身在辅音嘛，跟波啊。嘿，什么？嘿，色音有没有？双唇色音有没有？双唇色音，
啊、哦，抹马赏银嘛，不是你要加一张免银啊，母音啊，那发出来要赏银，啊啊波啊，你们再来来立定哈，做我们的示范哈，也讲洋葱啊，讲洋葱，还有一道种那个朋友跟我们学讲的啊，一道好，波波波有吧？创作的也加母音，弟弟，你做为了广篇学生的哈。经济欣赏一个跳跳弦啦，哈，再弦以外哈，要学习爱用个弦啦。我说你个波波波波咪做嘞，波波波波咪做嘞，大他妈大咪做嘞，啊，还不该，背背背背咪做嘞，做得了，做得了，哈。嘿，你们个遇到搞学习个仿片以外哈，也可以跳弦啦，哈，把你找出来啊，通过嗓音来做这样辅助啦，啊，但实际上。你就是波波波波，我就波波波波，他唱了啊，他音了哈，他啃了哈，他啃了哈。好，这跨语言非常牛哦。从来不是弹过一班，我从前在个学习；从来不是下过一次，我从前在个学习，有困难吗？有困难嘞啊！我比较阿弟，以前他们打一个引发的时间。注音符号做一道一道一道礼拜，圣礼拜 ，OK， 36个啊，注音符号有吧哈？哎，圣礼拜，但是啊，你反正的都还搞到，啊，你还搞到的还没有拼音，几乎都在字母。105、104。弄韵母呀，弄韵母呀，其实几都在符号。你是你讲的嘛？啊，你是你讲啊，他有他他有他懂嘛？你是你讲，吸烟我们懂，吸烟叫做吸账，叫做账，是不是账？懂吗？好，很多你是不是在师母啊？哈、啊，很多原本师母要的嘛，师母也好，那一段账不用到 ，W，Y， 懂吗？W 我们做嘞，啊，不错，你就用一些西藏罗马师母啊，哈、啊，去评价他搞到你做的嘞，不错，你以后想说西藏师母嘿，是不是礼拜嘛，学习嘛，啊，他搞到个搞是讲个师母的个学习嘛，哈、啊，平平的学习吧，哈、啊，啊，那像应该是做得了，啊，做得好比嘛，啊，啊，其实。来动作讲，你也学习吧，用拼音去当做一种方式很有问题。第一只，你要上当西方啊，你要当个传道师。第二个国家，第二个国家地方的世界，你学习当铁板呢？你学习用哪学习？用这个拼音，啊，用罗马拼音吗？啊，不错。唔到唔当到啲传教士啊，做乜？见我讲啱嘅讲唔黑，啱嘅冲神讲，佢从小讲总会恩师嘛？唔系啊，唔系啊，也用平言嘛？佢说，佢拿平言当做文字，然后呢，言啊，喺个文嘅意思咁解，引导意思管理，言啊，上言意思管理话啊，也就做得学习那种语言。很多人发现说啊，你们那边按读那个圣经有吗？有泰雅族圣经啊，是吧？泰雅族没有圣经了，用泰雅族语下的圣经了，懂吗？听有没有？啊，而且他搞不好有圣经有吗？克语圣经有吗？哎，那个吸烟吧呀，啊，那评价跟身体呢？还有看到吗？看到吗？哦，没有有啊啊，来啊，四方队友。哎，那书啊，我带了，好，好，跟住用，哎，跟住买一下，跟边跟头，高飞跟五眼那些受阻用嘛，哈，然后你反应，好，然后你变成头，看你的身体，太阳也有身体，啊，按传哦，啊，不错，你那个西方的传教士啊，提到任何一只地方用嘛，哈，讲一个罗马拼音，你学习各种的语言，然后。真言老给一个真言啊，哈，反正给蔡天明也来传教。
啊，来唱歌。你说还歌唱比度啊？你就唔爱手手捏猜听用来，唔爱猜听，唔爱手捏猜听音乐咯。啊，唔爱手捏猜听音乐哈。我讲用到拼音那种，当好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式哈。但是阿弟个，但是阿弟有文化传统啊，阿弟做咩咩物事？像阿弟客家都欢诗为主啊。哦，欢诗学习为主，对吗？啊，你下作楷体就用欢诗啊，他是用个拼音嘛，啊，他是用拼音，也让你拼音变那么来注意，注意呢，某种的当作文字啊，你再要注意对吧？拼音欢诗是吧？啊，注意呢，注意应该解释嘛，是吧？解释的他诗呢？音啊，不注音，注音啊，注音。但是品音的嘛哈，品音的当作文诗而使用。啊，品音的当作文诗而使用。如果你给客家话了，俩品音没有品音，品音符号，品音那种，是吧哈？给当作，一般的当然当作注音而使用了，他没当作文诗而使用，对吧？但是你看那英文啊哈，也拼音嘛，是吧哈？也当作拼音而使用，我们注音而使用，啊，了解哈？啊，啊，你做汉诗啊，啊，你讲汉诗好使用嘛哈？因为当场就有一种歌唱，啊，一种歌唱哈。我说一下音，我发一道字汉诗章做的好，做的白天，这个。你像那会不会用 Quick Sell？ 你可能学到两三千字的中文翻译使用哈，哎，像那个客家话啊，客家话啊，可能没有基本那个翻译啊哈，就是学习啊，漳州的用这个翻译的下招啊，下招啊，用天气改的感情啊，另外一处讲什么讲呢？假使讲第一翻译你就用拼音嘛。啊，汉诗啊，拼音嘛哈，用它使用，然后最方便的啦，啊，这把讲最方便呢，因为阿里里面散韵好干，啊，文诗好干，阿里要请汉诗的时间，你简单吗？你要把你请汉诗，那怎么请？文诗编嘛，对吗？吃点嘛哈啊！我讲关于古代台湾客家人啊，少用词典天字人啊，很多像很有票当道啊，我们在占领原因嘛啊，对哦，当道台古票的书哈、啊，大部分的书哈啊，当道治疗啊，当道治疗哈，很多我们在起修浅嘛哈，起修浅，徐兆全的哈，里面有很多很多票，很多票是也票啊，就问跟词典啊，一般都会词典，跟几点用来编呢？两个诗用来，几呢嘿啊，会基本的一种散韵好个给训练啦，可不用啊，你别还用那个诗哈，老个总部音嘛哈，就叫对仗。对这以后有嘛哈？哎，这个诗在吟，在意思做的使用啊，你就用到音啊。哎，一般来到这个吟和传达啊，意思的同啊啊，一样的现在的欢诗啊啊。当有的呢，闽言做就用的啦啊，那俗诗啊啊，有的俗诗呢，冒冒的啊，都是都有点讲的吟意思啊，主要的就是讲正吟。啊，编到一张客家话的诗词典哈，诗词典啊，像个西安的有啊，西安的像个永安州先生啊，像个杨振南先生、齐秦岭先生啊，比如编那个客家话的词典啊，那湖没有啊，曾蔡平先生记得有嘛哈，一边用泰语。啊，六堆词典，啊，六堆词典，啊，六堆词典，当然太古啊，哈、啊，然后跟
鸟片啊，哈、哦，很多个做完哈，专门那个黑甲斑鹰真靠适应嘛哈，一面又漂亮，有啊，有齿鼻啊，有齿条的哈，很多个基叶啊，这个其实啊，那边都是来很多黑齿点啊，伊应该有叫参加个合教的，合教的时间就建运动哈，但是动啊。汉语音这个六条的齿，个齿皮齿条音嘛哈，第二是齿皮齿条，这个属性音条音嘛哈，你注意在六强齿点啊，六强齿点啊，西坏太平环，南西烟嘛哈，又对嘛，又对头，所以一铺个一板针，你做的一生用的那种齿点，哎、嗯，给哪给你啊？已经好，讲多点，要几个讲多点。先生有嘛问题无？无讲无问题啊，一讲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你还在休息哈啦哈，休息哈，啊啊啊，啊，你做模仿音的创造呢？模仿音创造当然在比较反映地度啊。做学习，重新学习中文，啊，重新学习中文，啊，当然你可能没从多课多课开始学了，可能没了，啊，可能没哈，这个学习的过程程度啊，啊，有一个短周期，啊，可能要经过几年，啊，像总收真来讲，其实也当然哈，用你要经过1945年以后啊，哈，经过6年的学习，啊。中文的学习吧，啊，到1951年哈、啊，就发表个第一篇那个作品啊，那粉黑粉红粉红小说啊，小说啊，那个第一篇呢，连载一个小说那粉黑啊粉红啊，提出到那个比较提到56年的时间用啊，漳州的那个一篇发中文啊，他比学习都较好啊，做的发表啊，做的很。等出啊，等出来。刚刚脱离哈，1945年以后一个突破广电了哈，你们重新去学的中文哈，学习中文哈。当你第一幕讲真是讲有乜嘢，真是讲伊都学到底路。我讲这样子啊，1945年以后啊，又懂得一个桂林有冇？桂林永盛寿有冇？提出专门一个日本时代嘅女下来嘅先生有冇哈？一学习呢，桂林杨神寿，国语杨神寿，有啊，啊，就重新学习中文，不仅巴黎市长，啊，但是已经五块学到了啊，已经五块学到了啊，那他这个文献记录部门工作上，你可以记录个真实的个学堂里啊，重新学习个中文啊，嘿，你可以这个好了哈，这个好了啊。那你还有在歌唱，再有哟、哦，啊，那种跨语言的作家，他听唔到又满意，他讲你听唔到就放屁嘞，两个下装沈阳就抹嘞，因为个你日文写再好，个样子有地方好等嘛，冇地方好等啊，冇地方好发表啊，啊，但是讲靠个种下装的沈巴的语音都冇死要死啊。啊、哦，给某方吧，啊、哦，但是到某重新发现，发现给文化跟审美都接受了，啊、哦，给某方在这创创造，主要呢给某地方某方面，啊、哦，再来注意到，唔像给杨氏啊，唔他个龙英宗呢，龙英宗以后有学习吗？啊，也不补你嘛，啊，哎，里面有学习中文，啊，里面重新学习中文，啊，里面提了一多年，啊，后来。有经过个像总收真的鼓励的哈，又重新的用中文的，达到达到你啦啊，达到你用十块啊，日本十块台湾的作家就只有2亿多吧啊，我用日本八十下找个1亿啊，那边真田的赚翻译嘛哈，明眼高右啊，文化高右嘛哈，跟全部切开以后嘛，就变成当个叫国土语嘛，所以讲。省到的地方还跟我们一样，不过变成那个在国土的啊，所以是变成中文的识别
啊，中文的国土，啊，重新叫到复上。那是方言就是到1982年，明白吗？啊，佮他提出重新去请转去改革，是啥吧？哦，对客家话有当多当好的观念嘛，都当了解哈。对语言的了解，哦，对客家话的创作史可以忘记当多。对外来讲哈，在阅读也呢一八个上个月的论文的时间嘛，是到底带了一道的汉语创作的当好的观念哈，大家介绍了哈。1982年以后啊，当然。这样子慢慢台湾，但对于运通的哈，民主化运通的哈，本土化运通，慢慢的就领导哈。你像呢，1987、1986，民进党政府有嘛哈？民进党还是省里面啊，台湾运通有嘛？这样子一波再一波嘛，啊，一再再的运通，原住民的运通，啊，农民的运通，客家的运通，1988年嘛，啊，省里面是吧？啊。万隆运动，比如1988年啊，你在1987年的时间，就客家话写天书诗啊，不错，以前台湾第一只用客家话写诗的诗人啊，啊，客家话写诗的诗人啊，算一种啊，你看他写诗啊，就。一般十年的评论就会讲，这个思想很深刻，思想很深刻，啊、哦，老粉丝唔懂啦，但这个表现出来的思想嘛哈，要思深刻哈，思想的思啊哈，诗句的诗嘛哈，听着诗的思想是思深刻嘛，很深刻，啊、哦。那种诚恳啊，或者那个崇高的信仰，有关呢？啊，伊加个崇高信仰，还输了加妈妈一样掉，啊，加妈妈一样掉，啊，崇高的信仰，然后伊去加个做一只摩耶，做一只姑娘，做一只阿妹，啊，做一只台湾人，啊，做一只基督教的信徒，啊，伊有当。当多的经验哈，人生的经验哈，在表现在一个实体度，我说一个下作的体传翻译啊，哈，你懂法啊，你懂法啊，实类下作懂成片了哈，然后体传哈，实类跟微行的哈，你懂法啊，你懂法哈，哈，1997年三月九号出生，湖南16年哈，都90岁哈，90岁哈，高省哈，高省哈，90岁哈，也看多跨越语言的一代，好，当然看多跟语言的一块哈，1965年啊，一块是参加的本土意识总统的历史沙啊，历史社，也算是先开始的史沙哈。那么美丽叫丽诗社嘛，苗栗的丽，诗人的诗啊，然后变成苗栗县国学协会哈，跟丽诗社像吴所有啊啊，才跟习府有嘛，美丽的习府啊，生年的高岩的省番有嘛啊，也就常打跟丽诗社，这样丽那个苗栗的丽，也算是传统诗社了啊，传统诗社。啊，你还现开始的史上哈，本土意识当中的历史上啊，两台湾当有名的个诗人作家有诗人嘛哈，他是从个历史上个成员哈，出来哈，半两年他以后啊，就开始从事客家语的创作啊，像我经常，1982年以后都变好几多年。几多年？三十二年，好不好？不错，你客家话在台湾的下作吧，哈，那是32年了，哈，没进了，哈。一般来讲啊，哈，就用客家用汉语下作的嘛，十类最多了，十啊，哈，啊，或者都是散文的，再者就是寿算，啊，寿算，技巧啊，当然还有一只
啊，你上面懂，对面都懂，或者就是汉语跟国语嘛，啊，他家己唔懂用嘛，吼，哎，对面都懂吼，啊，其实你那老伊出那个音乐个部分嘛，吼，其实加个实词音嘛，吼，就加词音嘛，吼，就懂得个词的一种条件嘛，吼，就是看说那个一数一数的词啊，对吧？啊，你像那罗斯龙啊，罗斯龙有啊，罗斯龙前面从头发夹把一个时尚里头里头有嘛哈，贴书两分，然后夹把一个时的变成狗，也会去搞创造啊，去搞一个汉语时，然后变成他搞一个狗啊，叫阿土狗有嘛？阿土狗夹民俗国有一双诗啊，不是里面是吟游诗人啊，啊吟游诗人啊。那算十年啊，那算十年啊。你像那铃声响啊，铃声响啊，铃声响啊，没铃声响啊，铃声响啊，你给作词一个钟永峰啊，啊，里面呢，那个当作沙飞天香嘛啊，用那一个的诗作到底表现出来啊。如果呢，你像那烟波一百四啊。个那么缺乏压行员，他讲呢，要把那条生意转到去搞个农村哈，中缺乏，对吧哈？面对 WTO 啦哈，对农村的那种更重要或承担的一种考验，然后外需的个补养啊，新住民哈啊，文啊工人的培养哈，然后土地方面没有达标，在内地的一个工厂啊。他杀地心哈，他杀地那些多少哈，然后你安静没有那个睡眠啊哈，睡眠那个有关的短期的动作，他大概应声的哈，应声方面的跟转期的哈，好，朗读了哈，像个黄连玉啊里面哈，啊闪头一条路啊，那就下面在赛影山哈，命影山要赛影山。命的啊啊，反正一书一书的狗啊，就像一书一书的诗啊啊，也还一丰富啊，他讲我就一丰富的一种啊，好，就给高神以前啊，给柳哈的杜哈哈格柳哈的初教名啊，初教的啊，折墙，给高神先一种说到一个诗啊，念的嘛，那个一个不卡你有关系没有？啊，那个也不看你有关系的哈，也一种讲要当做的朋友有关系的哈，好，那多多地来啊，然后空间用哈，你就又是旧书啊哈，个汉语诗种，所以有个出版那个属性用哈，一定是旧书啊。你在台湾听一听用汉稿发下作写诗的使命啊，好，问题就会懂啊，中南街啊哈。突破防线，要用黑胶发了下作施工，啊，怎么啊？啊，就像各位审查行船时啊，你怎么用拿行船时的一个准则？下面看看，老师，你到我来。好奇吧？你那行船时，你单是好奇的哦，行船呢？啊，我们两个人上过，是吧？你大家是行程是吧？对吧？哎，没有，还没有，啊，你们嘞？没有。嗯。我们冲这边噶，我们新总，还有带动活动总。哦。冲这边的。哦，你冲天了啊！冲天的观音啊！哎，老师嘞？没有传神。传神，嗯，没。好了，放心了啊！老师。生产师，我是学习的嘞，好心的啊，嗯，不是为了赚钱，哈哈哈，有卖业务，有哪个打工的嘛？对，嗯，做嘛去应征生产师啊？哦，你做，哎，那个好啊，好啊，所以到
请专辑改变哈嘎巴哈嘎文巴，原来就是传承哈嘎巴哈嘎文巴哈，依照使命感哈，刚刚在被高明传的使命感，使命感，还有使命感，老师，对啊，还有挪威，像挪威开地哈嘎亚岛哈。哦，唔去带方路转嘛哈？咩咩唔好，带台中嘛，咩唔？台东。台东嘿。哦。台东，这直接全部方路，后来转正了，就是松龙岛，开始中塘，还没下，不买不买那种，太白中塘，就说没下白银了，还没后路银了。哈哈哈。真松的。哦。后来人家看到下白把传统的模式嘞。转单号卡。哦。冬天的哈，然后你在过场期都没有放过吧？放过吧，放过吧，都对了啊。对，还在吧？地方，妈妈不让说，说白了就马后干了，是翻出来假分。嗯，哈哈哈。假分，他们一句一句好转了。对对对对，给讲好了哈，就是用我们该语言，讲我们该语言哈，给全部做对了哈。嗯，用客家话搞搞翻译做对吗？走对了，走对了，就像就那里你想好英文的时间，你们抢英文的是吧？他用法语搞英文啊，是吧？啊、哦，啊你用好了吧，好哈嘎巴，啊、哦，啊你没有说用哈嘎巴，是吧？好了吧，啊、哦，哎，太好了，啊，客语跟闽语它的发音完全不一样，你这样学习的话会搞混掉啊。哦，完了，你们注意，你慢慢的，你们注意到到你也没差别了，哎，你也没有有差别了，哎，要对应了，要对应了，哎，哎，所以讲，其实你们研究过哦，啊、哦，那好多发音嘛，啊，那跟客家话的发音之间的关系嘛，啊，就此地而动啊，好多话的客家话此地而动啊，大家想听的哦，啊，这边的啊，很多按照老规，老规啊，好多发音的。闹鬼，闹鬼，对吧？啊，现在毕业了啊，嗯，哎，用，给给嘛，哎，花露白养的，哎呀，但是花一样的，母鸡，对呀、啊，雌性某个喵的嘛，啊，雌性某个喵啊，啊，哎，我问你了啊，我问你啊，哎，先生是好乖的啊，有花露白找方式让他搞吧，啊。好、哦，那意思叫，像啊，你我想讲问题就是讲，嗯，有嘛答对，啊、哦，做些两件事情有嘛答对，有嘛意义，啊、哦，当然其他个有咩都写啦，啊、哦，譬如的有那位医师哈、哦，传承去改改汉语，传承去改改客家文化，也可以张永怀，张伟做一下行传师啊，啊、哦，因为做行传师去改个社工，哎，那个他母就会受灾有嘛。做了精修哈，做了学习哦，阿勇那把对自家的规则的对客家语言也好，文化也好的认识了解有哈，有较全面，自家咪较有自信啦哈，还有自信哈。找啊，寻找，寻找嘛哈，寻找哈啊，不错。啊，你问我呢？哎，怎么呢？客家讲起阿勇客家话来下着是啊，你把它断。有嘛意思？因为伊客家人嘛。来，伊客家人啊。对啊，伊客家人。伊客家人啊。所以，伊会用伊只家母语来想去编做件事，事做嘛。当然，你要晓得哦，编东西做嘛就具体的，其他人其他会当做方言啊，懂嘛哈？不是，不是，你那边有个觉醒，是吧？哈，觉醒，啊，你觉醒过程啊，可能那些。建建筑建设个意义的构成，对吧？下行历史的构成，意义了哈，请转到个意义哈。听你讲出来讲，会困难的。假如我们平常讲用下作经验的描述，大家就懂了，哎。但是用作文的经验吗？有了哈，用法语下作经验有吗？啊，有很好。啊，既然你用他讲他下作的时间，我读多发来困难。用的是用啥
那个那个张光敏，老师，川老师搞科的经验嘛哈，川因为先生有个高才嘛哈，那个汉语那个客家语言那个汉语认证那个书啊，很多个科研汉汉老师就比可能有个那块点嘛，那块点客家书就那块点的高才，哦，都有哪一个了啦，我不知道。有个故事一个书啊，有啦，没用啦，哈哈，没用品哈，啊，主要有的高才主要他敢发下恩的哈，他敢发下恩哈，蔡林下手多场几度，这个样板印，都有困难的时候样板印给给啊，那都作为俺要下这个印哈，做的残酷的哈，因为也浅逼险金啊，啊，第一天读的话你才。面对他搞大下这个时节的咸土豆啊，就像给新北市运动买咸土豆，咸土豆呢一起安养聪明哈，不是万神做一张他后位处理的方式啊，跟全国做一张参考哈，好啊，对吧啊？啊，因为侯友宜嘛，因为可以一起嘛啊，这新北市当养聪明啊，啊，要把引出他后位的处理哈。不管在房子也好，也一种用来人的针对抗争的偏民也好，用来人哈，做一个破坏处理啦哈。好，该点上啊。第三项就讲，用哪种农业下种啊？是用哪个产品嘛？啊，分析来讲，哪种农业要去搞个出口农品啊，会搞个农品啊，用哪个产品嘛？啊，要做买。在了解伊个高尚程度啊，提出俩要作为问题的意识啊，哈，问题的意识啊，就好做对伊个了解哈。好，突然讲解了哈，关于就是德国啊那个客家贡献奖哈，文化部的客家贡献奖。这个地方呢，得到给台湾文化的牛津呐哈，牛津奖啊，牛津呐哈，都一定会跟牛津大学牛津奖啊，牛津奖啊，给台湾第一名啦啊，真是按人讲法的太不风云滚一面了啊！终于台湾第一名，他搞发下说五十年做成天的第一名啊，有亚洲啊，听讲说。从你也搞过台湾哈，啊，你讲台湾啊，台湾人啊，哈，日本时代受到日本的教育啊，也是国民政府时代受到国民政府的教育啊，到后来张宇硕一个本土语言的教育，懂吗？啊，自家的教育啊，自家语言文化的教育啊，这是一传播了哈，也没有一种真实的一种国家了哈。的一种教育的政策啊，真常会感受到爱，一天在神庙去自己啊，发现自己的语言啊，认识自己的文化啊，枪的从家人、家庭、沙棋啊，到沙兵，到世界啊，还有回在歌场啊，螺旋状哈，螺旋状创那种歌场，认识的歌场啊，也还是真常的哈啊，莫。是自家嘅，是偏远嘅人样，比自家嘅人样，可能熟识，是当奇怪咗嘛？哦，睇下家庭制度啊，因为系成是自家嘅阿爸阿妹咩？哈，当时都偏远嘅阿爸阿妹，啊，全是自家嘅亲戚好友，真是偏远嘅，啊，所以一种高产，哈，用省代双语嘛，从出生、省造，啊，都沙体发通。啊，接受嘅教育啊，然后有自家嘅经验啊，有自家经验啊，诶，从一只点开始慢慢的都进来进康泰啦，哈，都进来进康泰啦，哈，好，那台湾的一种先生啦，哈，台湾先生的那种客家话啊，引进嘅五年一班嘅调查，客家认同嘅进来认同。他讲英雄啊，英雄去到他讲用四百六十两万，台湾啊，两千三百万上啊，有四百六十六万上，英雄是讲的他讲用啊，经济调查，
但是我当学大拜啊，比例啊，变来变色啊。唔够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啊，因为有经过个本土语言的教育啊，虽然到一礼拜一节课啊，唔够咧，大家当偏向个学语言个汉语音真有嘛啊。慢慢咧，请转去噶，爸爸，到到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哈，就一个比例嘛，我当学个爸比例又比五年前高。哦，都是有好果的啊！当然，你讲客家话最后从家庭底部开始就讲自家嘅母语，然后到学校底部用自家嘅母语啊来使用来学习来做一只教学啊，还有做港版嘅那一种歌唱。如果你下你下做一种含义结构嘅音啊，不同语言含义结构嘅音啊，这里来讲啊。客家话大二做咗搞英国嘅项目，啱唔啱睇噶？客家话做咗搞英国嘅项目，做得嘛？啊，从教育部佢就做一只证，做到到所有嘅各社会各种嘅所有嘅学科术语啊，学科术语啊，可以翻转客家话啊，做一做到各科目嘅嘅知识有冇？做一个概念，做一个嘅专有名词嘛？啊，语音世界的转移两次的时间，有吗？哈，转换多汉卡巴的时间，啊，就做的用汉卡巴的搞了，有冇问题啊？因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个科目的概念，转移两次，有吗？哈，用翻译翻做汉卡巴，用书号，啊，将事业与当多的一个转移两次，用翻译转换到汉卡巴，还有转换多的以后有吗？哈，大家用惯的，就说用两头。要给我给转移两次啊，转转他爸爸就搞这个朋友，还会做这个哟，没有问题的啊，中非了哈，你还一礼拜让你解扣了，因为用他爸爸搞他爸爸了，啊，用他爸爸搞他爸爸，其他的并没有，你还讲困难的一点就是讲，虽然讲你客家怎么客家，客家冲掉第一嘛，啊，客家冲掉第二个，但你也可以实质来研究发现。
审判双按照这报嘛，哦，张耳标，哦，哎，审判双那个语言，也是从下审判双语言，用来转发到文化的创造，哦，可以从层面运用出哈法，哈法，哦，不错，那像法一样的审判双语言，广通场所语言，高方的语言，啊，天台天师，啊。波字啊，媒体使用的语言啊，官方用的语言啊，啊，所有的语言，就是讲其他一种平衡的语言啊，在各层面著作的使用，按用章唔按用埋用，要使的语言章和小的啊，不过当店长的一种机率啊，一只共通的场所啊。行言就像一道天天生命爬一道爬天天冲好假使讲行言在共同的场所在无共同的时间有机会告诉我无机会因为太大的广告谈了听我的话听不懂啊给出一种张狂是一种天象啊就太大还蛮关键用天眼用七格的母尼来讲，唔关啊，你讲啊唔关啊，啊，按关来讲，唔在共同的场所，他家一种概念来讲，唔用任何的语言，七格的母尼来讲，全部错的，啊，总来讲，你来讲，你的共同的场所为了传他的一种效力嘛，传达的效力嘛，一个谈某啊。啊，不说有这么多反应到，对吧？有这么多反应到，当时也有这么多反应到啊。其实在共同的创作啊，啊，你像不管是你发语言的比喻啊，语言的比语言啊，当然都有啊。跟共同的创作有冇啊？意思的创作程度啊，出现到样反应，有一种同步反应的机制啊，有一种反应的引出呀，哈，杀批呀，或有冇哈？一种编织啊。啊、哦，然后，航空文明，航空它文明啊，哈、哦，主要多元尊重啊，多元尊重，啊、哦，航空你是各个新关注、新相遇嘛，没有等，啊、哦，人家讲好落花，唔好讲伊啥文主义啊，啊、哦，伊前面去讲个文明啊，佮相对来讲的时间，我只个讲个爸爸。那么要应该有在共同场所扮演的机会呢？啊，那他搞到这个面试的机会呢？好不好？啊，按原话文章谈到多年的商业嘛，黑魔吧，这以前高一按神功最黑懂了吧？打泥呀，啊，打泥呀，懂吗？啊，其他基本上是母机会的，啊，基本上母机会的，不错。穷家还是不想到的啊！你看，注意讲，语言在现实场所一度的运用语啊，其实本音双语嘛啊，尤其是强炸的本音啊，强炸啊，这本音还有一种保有弱势的语言那种本音，本弱势语言啊，在受语的地方啊，而提在这种平等的语境，也很足够的讲出来啊。还有当然我把很多时间磨长如果真是有嘛关观的谈观的有嘛要用傻逼让恐惧让反应有嘛将会有多年的赏金出来啊多年的赏金出来啊来我们开始做一下思考啊那么差不多讲其实其他不能出你也文化师的告诉我们里面提董聪有一讲啊说啊你台湾文化讲台湾文化啊，做题啊，哦，主要学习的了客籍文学作家，客籍文学作家懂不懂？有其他胜算懂有咩？啊，你行做就懂了呗啊。吴浊流是吧？龙应洲，哎，龙应洲还拍下吴浊流啊？拍完龙应洲啊，龙应洲吴浊流胜算啊？一本史册就是懂一点，啊，一本史册在各个某个各个抽插枝啊，哈，有在等出来的，啊，
哎妹，心中，恁答应的嘛，恁伯爷，恁想恁们，恁伯爷啊，你们像东南西北啊，啊，东城档案，西线无战事，南方快车，南方列车，南方快车哈、啊，东南西北，北国恭喜，林伯业，林大爷，林伯业，伯嘿，木字边一个白，林伯业啊，因为台湾是太平洋，不能太平洋嘛，不然嘞，好辛苦啦，那个赚的不容易啊，啊，因为在内市高工，高工一到一年数啊，那个退休以后都给新竹县县史馆啊，做筹备主任，后来啊，因为不漂亮啊，给去医院啊，给入。啊，急诊啊，母偏床，有都啊，高产民族国神哦，好，你们一个狂人啊，狂人、啊，给我创造没有品格哈，您伯爷，您大爷的哈，还没，奈何你嘛，奈何你嘛，结果你们黑假人，黑假带呢。就是不下心的哈，因为黑家地方，哎，本来是黑家人哦，哈，但是唔记得黑家吧，哈，啊，像伊个即个，对唔记得自家祖先啦，哈，意思一样哈，那一方面呢，其他不是很多台湾新文学之父呢，啊，给下那下醒时啊，哈，下醒时，他有时候属于醒时啊，但是给他省秋菜色就算了，哈。就你透过孝顺啊，才表现给他使他，不管是日本人统治啊，以及一种审查啊，对台湾人的欺负，也是讲讲台湾人让外人给迷信啦啊，迷信啦啊，是给某个某个傻样啊，这个保护某个起来狂天啦啊，就破除一个迷信啦哈，然后。反抗的日本人那种控制啊，哈、啊，当然还有一种封建的那种题材流嘛，哈、啊，反封建啊，反殖民啊，啊，反那个迷信流嘛，哈、啊，才改变社会制度，透过社会的形式的哈，然后表现出来哈，当然偏台一个文化的社会的形式哈，不少见到台湾新文化指出啊，哈、啊，再来说，你像总刚刚总社会呢，你们注意没下社会啦？啊，你不会很多台湾新啊，台湾文学之母啊，啊，这么好的台湾文学之母呢？啊，以真人本人当尊崇，还因为以非常的我照顾人啊，非常包容的一种心结啊，像太妻啊，像母亲哈，女太母亲一样的哈。佮不管系对上一辈嘅，像吴浊流啊、龙应中啊，啊，有啲人哈，我让你翻译作品啊，我让你将中礼盒啊，中礼盒就南归嘛，南归嘅中礼盒倒在血泊里笔耕嘅中礼盒啊，其实六岁是高神嘅啊，其实六岁是高神啊，以高神引线啊，两个高嘅全部基本中兆症，然后以前提防。啊，插枝波枝插，来发表，然后发表前还能基本语啊，啊，基本语啊，因为五了解时间，就是说，哎，要懂干通引擎咩？中正症，台湾文学有两中枢啊，中理和老中正症、中兆症，南夫啊，女农这边中理否啊。用他鸦片啊，总收针啊，台湾文化用总书啊，比如看到讲总收针用白银固定啊，总理否啊啊，积极的创造，然后想办法投稿啊，投稿哈。当然，他无法表示的时间，这总理否就乖给总收针这么按揪嘛，嘛还有发表的神性哈，我想是那个名片作品做
诸位朋友晓得啊，啊，要推步啊，啊，不是，董先生那是说，其实讲到，其实讲推导专家，推步的专家啊，英语创作两万多啊，加上效果啊，但是被推出来个没懂到啊，啊，没懂到啊，啊，啊，几多双一毕业，几乎两毕业，还有毕业嘛哈，就。就懂开故意老彼此哈，不错，给黑落呀，老给所有个文坛哈，文坛哈，所有那个作家下文也行嘞，啊，经过个张良策啊，张良者那个证明，哦，我说，既然古大分了嘞，啊，所以拼命下文也行嘞，哦，只要一种一种变，一种一种变，变那个最特殊那个给当时的作家用哈，给属性用哈，给总社正常的属性啊，也还有总两猜啊，台湾文学的一个评论家哈，张良哲教授哈，提到给证明啊，证明后来发生给收于给真理大学用哈，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司铎用哈，从张良哲荣誉馆长啊哈，我他妈一批啊哈，给后来提出很多。中研委作为中招生的来源哈，两个中研委一边老个眼大个眼视的治疗用嘛哈，这你要治疗反正中总部给你啦啊，总部给你，哎，中部都台湾文学资料馆，哎，好，医师一动啊，主要是对双毕业啊、两毕业啊、还有毕业作家哟，枪击接收到。那一条那个做的铁锅呀，像起枝头讲，我让把你下作啊，哦，懂到了哈，我们会属性治疗哦，嗯，喺台湾天上有啊，都算安排医生呢啊，给他治疗。当然，总收生有是做多台湾文艺的，台湾文艺做诶吴浊流创刊的台湾文艺哈，做过主编。里面是做过《民众日报》嘛哈，《民众日报》副刊的一个副刊的哈，副刊就是译文嘛，旁边那个主编的哈，就对，跟他起结义嘛哈，因为有感觉设计的一种力量嘛哈，啊，很厉害的创作，故意的创作。你像个陈应真啊，视频广播出来以后嘛哈，跟这样宗教这边鼓励你，啊，做的就是文创怎么样？哎，特别多个台湾文艺啊，台湾文艺啊，所以一十年的话哈，鼓励当作一个文坛的双毕业、偏毕业啊、哈毕业的作家用哈，就欢迎很多台湾文化子民了哈，台湾学子嘛，当然也可以创作小说啦，要不要浊流三部曲，啊，台湾人三部曲，这长篇的哈，长篇的哈，跟小说啊，三部曲哈，哎，大河小说的哈，给开口小说来听一下哈，下周来听一下，我们浊流三部曲，那里面浊流三部曲的中央日报刊登有哈，我们吴浊流刊登啊，吴浊流被定两个浊流的啊，哎，浊流三部曲啊，其中。其中一铺人的浊流啊，哎，用我读话叫念了，按住吧，就透过跟波沙音啊，连得到总修真，啊，就成为个好朋友。然后个吴浊流只待台北啊，啊，按转型不会时间路过龙潭啊，就可以抽个总修真生猪啊，啊，谈个文号啦，啊，谈两个文号上相关的相关。嗯，后来啊，总收珍珠到底翻译的，当初的无花果样版哈，老李翻转中文哈，很多给驻别多的台湾文艺的哈，那个吴浊流去搞出签名嘛哈，推行经出签哈，颁奖台湾文艺杂志哈，是做过鬼生年的哈，转变生年的哈，个时间的哈，打动了台湾文艺的哈。这编辑的时候哈，到底对长差不多长一生的啊，吴浊流在1900年
中庸造诣的1925年啊，不长，一生如谁啊？永年要宅秦弘父子哈，嗯，好，讲到呀，天上点出一讲，天边点出一讲，其实黑甲巴有无哈？黑甲巴应该讲黑甲巴在文学上的对接有哈，在台湾文学对接，也因为啊，杜潘班格啊，有按样嘅突出。闲行在他出第一步啊，慢慢慢慢的想出来你们啊，张颖仿佛的闽南啊，还有个汉语文学的发表有无哈，前途一个比较啊，唔像个很讨厌张千敏，好嘛？张千敏里面呢，人家带讨厌嘛哈，基本上呢，没有到台府台广告这边的银行，广告这边的银行啊。像伊度啊，像齐桂荣前面写，用他搞翻下散文啊，有无哈？八十五度啊，八十五度的林沙琴哈，八十五度林沙琴，嗯，好，没有没安样了哈，不错，他搞八个文学有无哈？见了见丰富，啊，见了见丰富哈，不错的他最有名老的证明好像几年前哈，台湾的画家内盛赞叹说台湾本土语言常设展啊，台湾本土语言常设展啊，就赞叹他嘎巴泡洛巴闽出闽聪明啊，闽聪明哈，都改变文化观点都赞助的哈，嗯，不错，你做的他嘎巴下做在丰富台湾文化观，因为阿弟就是台湾出口的一张啊，那台湾出口。以面对这个突梯，面对一切各个省损啊，从以前从中国开溜来到台湾啊，先民来到中国开溜来到台湾啊，要把你大边啊，要把你出口之间啊，从推变到否汉啊，给规则的历史过程啊，去无其差，继续出口的角度来看的事情啊，我就会要把你我有想说我记录吧哈，不过你有点就犯相啊，台湾历史啊，台湾历史有哈，客家人啊，中国客家一个主体性啊，啊，在台湾历史里头啊，客家人啊，他某一种主体性啊，啊，会讲主体啊，啊，你讲移民啊，移民啊，有冇？啊，移民。啊，有的人第一次讲天老征服天数啊，在首面抗议威名啊，啊，是吧？哎呀，但呢，假使讲你提在啊，你客家出口的主题的时间，啊，你就会想怎么来？其实啊，你做为了省损嘛，啊，保卫是各个土地家园啊，财产怎么样啊？赚钱当然是吧？啊，不过用那个。用那个方式啦，做包容威名嘛，哈，啊，恢复自己土地嘛，啊，财产嘛，就最简单的，啊，不说威名系乜嘢，啊，威名咧对威子名啊，啊，威名系乜嘢？喺七七现在客家出名就讲，呢个出家出群咧省损，啊，保卫自己嘅土地财产，人民的安全，懂？啊，不是，张文在第四歌场一路上朱一贵，啊，南湖的朱一贵，暗马的啊，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都黑了人到戴潮春事件的话，林爽文的戴潮春是被扑嘛啊，总扑嘛，总被扑嘛啊，像个啊你幸福的两条的移民喵，有两张冲突嘛啊，一张的。林爽文事件呢？啊，一只咧，所以个戴潮春事件哈，给西南的给骨骸哈，这么给啊，这么给啊。好，给后来你呢，就是说，哎，文化是有客家，啊，我们客西嘛哈，有汉语，啊，你像做题。台湾文化史啊，最早以前的像黄德时的，也讲个叶石涛，啊，
叶石涛有没有哈？台湾文学史纲，啊、哦，黄德时的台湾高书里面下得楚夫的个台湾文学的个指标，都还有起陈方明啊、哦，政大教授陈方明有哈、哦，里面出的用台湾的台湾文学史，但是实际上客家有啊，还能懂，懂色啊，琢磨。不错，从个他那方面的说到，我七家用哪样？七家其他七家的美食，来写七家的创作，来写七家的文学的历史嘛？哦，他文学历史哈。就讲张广志呢，有写台湾客家文学史嘛哈，跟快论的哈，台湾客家文学史的，客家台湾文学史快论啊，很好。慢慢的就变成一张，台湾的发地图啊，讲的一种出口，所以善神的一种文化，哦，那三国啊，三国是当有名的啊，客家发明三国是当有特色的啊，啊、哦，所以你当有特色就讲要比较其他的出口的嘛，哦，当台语有刀割嘛，哦。罗光哈，哦，里面去丝去理呀哈，去丝挑啊，哇啊，啊，那个散工呢，去丝挑啊，去丝去造丝去造丝啊，而穿了多长底都有所谓的衬字啊，哈，衬字啊，嗯，哎，一部的景色就是去造丝去造丝，有西所谓的西衣半件哈，西衣半件啊，有的是半衣吧，有的是西衣了哈，西衣哈，你像个。新竹也有个传统的三国时的个针线有哈，你可能就会八旗吧哈，我们西旗的八旗，哈。竹枝石会到，除了竹枝石到，比如说到拍巴啦，啊，你像个啥竹枝石的个主要个推广的人很多，谢世荣到，嗯，谢世荣，嗯嗯。竹枝石是讲伊，传统台湾特殊人伊发展出一个石，那个竹枝石，是讲伊用黑拍巴形式用嘛吼，同样啦，同样系西医七杂石啊用个形式用嘛，然后伊表现啦，那竹枝石啊，台湾做起特殊人就有个某个竹枝石，某个竹枝石，做鼻子啊，好，但是伊唔系。根本就是创三国跟蒙古人，啊，竹枝石就是创三国跟蒙古人，啊，啊，刚才说到，传统的一个国史嘛，哈，它跟新竹人说一个新旧教育嘛，哈，有呈现跟传统史实，你就有八基啦，啊，八基八，西基啦，八基啦，啊，八基哈，好，休息一下，啊，石文先生，啊。有买豆薯又母糖又高，我他们是糖弟妹，好糖弟妹啊，好 ，OK， 好，第三只就是讲从客家的五线的角度来看呐，哈。我也要。客家五线的角度来看呐，哈，所以讲啊，哈。突破狂结了哈，实在无简单了哈。当然，因为大家家庭的教育也学校教育有嘛哈，有按用那个素养哈，素养指标素养的嘛哈。不所以嘛哈，对客家来讲哈，行乡父母到行乡的文化食材的一天当不得了的事情哈。因为这个行业有嘛，像后来的秘密班张当时罗秀林。啊、哦，很多人新竹的陈美艳，有嘛啊？有没当上场都会下啊、哦、下诗下文章没？好、哦，所以唔简单的哈。我说从五线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参与到一种汉语文化的一种创作啊，因为鼓励到的后续文明哈继续的创作，也是一种唔简单的事情啊，唔简单的事情哈。好。接下来就是讲汉语史的创作啊，
包含汉语文化的创造啊，我读过嘛，该问题啊，那涉及到会懂吼，做贵阳市的伊啊，啊，我重新请转给他打发的下作，伊你伊呢，都多好伊，伊都高度，伊个高飞有身体，伊身体呢，啊，那叫死便宜嘛，留他打发下，啊，有张怀师的时间嘛，啊，你就应该。应该得请个黑爸爸的那个用词，啊，但呢，黑发现唔得，唔得用啥子？唔得，是不是唔得用个啦？啊？哎呀，创作的时阵，比如说唔得用啊，是不是唔得用用个啥？尤其这样子啊。这九八七年啊，有么改嘛？有失电时间嘛？比较的他算那进步的呢，失电时间太短呢，就养鱼场呢。有字典啊，有资料啊。一九八七，民国七十六，汉某，一九八七哟。还没有。可是我华语字典可以去翻译啊！啊，坐在啊，说欣赏当然有啥用？中游有，中游有作为每个烟可以为高中，因为等于行，老板也是电影啊，辩证太搞到了个，用波分摩分搞得符合有啊，辩证太搞到了个，啊，还有什么意思呢？知道？有当多个繁衍词币啊，已经你都那么严，你都合格的成分语文，也就会当地当地刚转合格吧。那种刚转什么开发？什么意思呢？就赢啦，会当三民主义的繁衍，合格吧？样到三民主义，没有，你，一个大你要哈，你要哈。四年啊，咩年啊，哈，咩四年啊，四年啊，哈，哈，年啊，哈，我都是讲出来，阿搞坏事。那遇到到大年呢，目前现在用的词语嘛，哈，他搞法本身还蛮高的时间，有乜嘢？贴书啊，贴书系数有名嘅，真实嘅现象。不过呢，言论也系言论。啊，要喺反映，其中央要发现，贴书，及其搞某个词语，啊，也就是讲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讲很多出版，啊，词语，凡是词语，讲转达到发音，出版嘛，但是安尼落户里面一圈啊，你像那很多啊。天赋嘛，啊，你冇讲天德嘛，错冇？咱几位同学啊，以上个年代叫做富的概念，然后先开发一种东西，其他又讲出很多天赋，啊，天赋对，啊，天仙，啊，给亮嘞，亮哪个？没了。那个啊，普凡，普凡没做对了啊，普没做对，刚半边枪枪没做对了啊，哎，啊普凡呀，普是叫凡，普是叫凡嘛啊，知道吧？啊，对嘞，对要发短了呀，嗯，好的，狗样皮嘛，啊，狗样皮嘛，是吧？啊，要嘞，做嘛你都会搞，树皮叶啊，啊，嘿，就会讲啊，讲正观念就变了你也白，是吧？啊，你也从一种家啦，做按摩来去家。没个头啦，头是通叫哪样家用的，是吧？啊，家用的，要我半天的哟。
就加用哦。啊，加官呢就编辑改。啊，干事啊，人家本来做到，从外参加都懂得会平身了啊，平身没必衰啊。所以有懂得你会办音量量，就会平身嘛，不是？做那该静下，做下去搞传统的东西，静下做下去搞个阿妹，你讲是搞个阿爸啊？那当然，但是当创业提出来没少，但是解决问题就讲，用百米航向天台啊，挨天台神得啦，是嘛？给挨个文化作品，用百米扮演表现。去搞才天开神得一度的一种心情也好，相伴也好，感受也好，哦，一种对天开的一种创造，带领大家观念观念也好，是吧？哦，给诸位讲，开始就神得一个讲在，去搞给他搞吧，哦，天开神得不明下嘛，就讲啊，哦。传统的来下六出，你还能看得懂？来下六出，你变到哪一些东西？动物观众懂吗？给四十三岁的鸟，因为已经离开天高的神界了，也极害怕的嘛。那就来来下六出，那边个金重要哦。来讲，给重要那个几几个年代诞生的也点解？因为，对吧？你变到动物观众的东西。啊，包括这帮战士的东西呢，因为这个现实中的非常时的农业的文化，也很非常时的给铸钱的资金呀，啊，用白银啊，利用到白银到啊，给到来跑出来涨田也好，来田也好啊，挣便宜的田地也好，啊，像私用的啊，我们来跟他们来讲，私用的啊，私田的啊。十天高啊，好不好？哎呀，哎，羊驼啊，羊驼，好不好？羊皮耶，羊皮耶啊，啊，很多的料料咩啊，料啥啊？到，粮食这种很麻多的啊，这一点变到包括个人东西哈，因为包括个人就是战士贤明的哈，其是他给他年代要省翻一度啊，有安样的东西啊，办理这些。啊，给资金哦，啊，给资金哦，啊，有可能，在长久的给味道，人类要买命，人类可能会消失，也会重新开始，有可能，有啊，你懂得给世界懂得地方有嘛啊，考古人类学家有嘛啊，你发现到啊，怎么会留下了安样的东西？一个安样的艺术，一个安样的东西，啊，这种东西可能是目前以往哈，就没办法达到一种文明的水准，有可能是样嘛？神色啊，你们猜，没在十块的时间以往哈，一色，面前，啊，然后又重新。开始，对吧？啊，人类又像那种，为啥你塑料接受的人类那种研发以后啊，啊，变到天花板那种工厂，这种天花板工厂可能经过几啊百万年，对吧？好，好像那种东非某个人哈，给用当时百年前给得容易，啊，慢慢的，当变到底下人类，如果能建造起啊。比用办公室在眼前，建筑起的办公室也要建筑起，记得前百年前，也一百年前，可能就有像印度的那样的物质在受一些基础上出现，啊，有可能啊，两枚科幻片啊，可能是以为啊，大家还是了解就用。用一下科学啦，讲啊，你像个原始的人哈，原始的人，猿人啊，慢慢的进化到一下个人类，哦，物种的一个演化过程啊，
没有，没事的讲奇怪嘛哈，是吗？是吗？按，你看中国安排国家其实是很多一些地方的一些导演啊，啊，你说那么善神，啊，当奇妙呢？你说台湾啊，安说安说的很多哦，你就是按多的演出，你出个出口，也会讲很重要的吧？啊，当奇妙呢？啊，当奇妙呢？哈。啊，你也是当奇妙的一种发明哈，来面对当重要一种发明哈。前面有个名言啊，漳州的人叫什么？漳州的草啊，做起我们是 Q 草，那个面对自闭经验的哈，透过 Q 草的形式啊，搞文害团啊，呀有粉丝啊，不单是有粉丝，还有样相啊，有粉丝还有样相哈，真的传闻流传了。哦，他搞到那边了啊，他搞到那泥眼那种啊，啊，不是，我传播还有好友嘛啊，有泥眼，有粉丝，要有受益一些偏高的样标啊，样销啊，第六片那个东西啊，就是传，啊，就是传啊。好，那从泥眼观点嘛，看的时间嘛，只要杜康刚个懂听的时候才注意到，你看出讲。这样子他敢把唔拉唔就就记得讲啦啊，唔拉唔就，就说你条先生咩事讲讲，提到脚不用上草的啦啊，又他搞到草了五分钟啊，中央买面，就变到打泥啊，啊，表示讲持续唔拉啊，就你只时间点唔好，要持续唔拉，那持续唔拉要买面加啊，那个。持续唔拉有两种，一种就是讲唔去搞混神啊，唔敌，啊你还搞把眼单注意为部分，对吧？啊，第一个部分注意到，行到天开时节，混神还是无去用的，但是一下去面下时，加上那个培养期，不办不啊，暑期耶，嘿，因为安尼太搞到讲出来呢。黑某张怀是大名家董琦的时间，万要用，不用他搞八卦，唔会啊，哦，哎，第二天树叶用完来，或者就加打泥来，对吧？哎，就不好把泥给丢死，然后你还搞八用得来，哦，用得去反转还搞八，那种树叶，树叶，啊，树叶，啊，好有啊你，哦，然后吃也没天消嘛，哈，那。以车啊家用的方式来五夫合八八啊，假使讲啊一次等于一种想法，就是讲假使讲各行各业的人啊，其他客家人其中用合八八来讲一个行业的吧，就像合可算唔同样啊，讲到可唔同啊，在有两层的系嘛，合八八样多啊，等做开发有做阿个白鸡爹嘛，好不好？作为那个当个行业人嘛啊，给你给80岁以上啊，有从事这样行业的人啊，然后你的行业的转移的两层人啊，共同啊干嘛？啊，啊你台湾一到这行业，没上班就是好啊，没上班就钱好啊，啊，当多啦，啊，当多，啊，但是说。他感染啊，其实一个一个行业一啲长苗啊，所以讲真时间系搞快嘅事情，我先同佢答对啊，同意思啊。哎，唔知我坚强嘅，系搞快，才各行各业，才天开神发地度，诸多用到啊，诸多使用到啊，诸下面要买唔用啊，嘿，真用啊，加啊加用啊，诸多唔会啊，真多唔会啊。好，那还有明年的改变，不错，不是养母，不持续的，啊，那不是台式动加分明年的啊，不然安用的就加分明年，要懂车爽啊，懂车爽哈。好，但那问题有没有改呢？他琼斯创造的时间，一般的品质会有种改变，最高你本身他搞不出油的啊，那加了加一下，加一把一把一把。所以讲，这样可能是熟悉而已呢。也会面对一种情况，就会用反应思考，啊，也会呢反应下去了，让转弯都还打败。
除下一种歌唱，就而是世界啊，某关系用他嘎巴思考，你做用法语，因为法语诶，他是嘎巴说个一只语言呢，我直接熟悉啊。那你熟悉以后呢，咱专门做他嘎巴，第一种啊，有的语言呢，他用个路线，但是哪路线用来用七嘎他嘎巴来思考来创造啊。哎，你作为聘年给百年的歌唱地度有嘛啊？给问题啊，我去给人问题啊。你的百年的歌唱时间，我注意到有嘛？啊，我比如讲介绍很多个德有嘛？哪个呀？啊，你就用这个呀？啊，你还能过有这个地的，地懂的地的啊？德啊，对吧？啊，大爷的德啊，就某贵道，啊，某贵道啊啊，像有的地方就是用口音。有的地方用做的，是吧？像啊，你还有向台顶的口译吗？啊，做的，做的么？做的么嘛啊，口译的南普音还有关的啊，口译哟啊，口译哟啊，他们发展会晒嘛啊，会晒了，做的了啊，就他搞到一种做的，就他提出口译，就他把语通用啊，但是那一篇文章力度啊。你要写用周等啊，你要能用写用周等，当然用口音嘛，啊，当然要口音，要做功夫去改客家话啦，啊，问题就是到能表现出到唔敌客家话特殊的个运用啊，啊，识别运用用周等，当用口音，啊，知道没有？这样唔会偏正，啊，这样我知道讲，哎，你写文章明明做汉语文章，怎么？这么翻译的就是法语文章嘛，是吧？我也有没有情况，就是讲法语思考啊，法语思考它变成哈达巴，一个用哈达巴思考，啊，因为他敢做到哈达巴嘛，用哈达巴的思考的下咒，啊，掌握请转去改变哈达巴，啊，请转去改变哈达巴，像来懂懂听课的哈，来讲一下，就是讲你坐在家某个时间啊，坐在家很有的时间。当然你要传承好了啊，传承好了。但是讲，定到你从事这方面的创作的时间，他搞把事业都丰富一了呀，没有流传好了呀。啊，来讲一下实效层面的啊，做到啊，你上班在一只地方，哦、啊，要一个一只国家啊，啊，你受到个不卡低度家庭的教育，很多佛教的教育啊，这个东西啊。我一样用到七家的时效，啊、哦，当然也包含从业的种人生中，特别咧除了以外，也去经验，也去做物啊，啊、哦，你经验多的，你读多的，啊、哦，经验多的读多多的是你较特别的部分，啊、哦，包含也去神法的教育，是特别的部分，哎，是无同样的素材，啊、哦，知识的教育等。懂通用的啊，知识高有懂通用，你通用该科目啊，懂通用。但通用地图也有不通用的，会不会欣赏用白眼刀啊？有的欣赏我不用白眼，我不用干眼啊，可能是对你的照顾啊，对你这种事哈，可能巩固啊、巩固啊，但是欣赏我看强烈的部分啊，对你照顾啊，能够鼓励你啊，然后我也跟。读书啊，个时间有困难的时间做读书，啊，可能做要欣赏特殊的部分啊，啊，分感染的素材，啊，他认识的高场地度，去解决经验，去解决独到的去了解，去了事情有无哈？那特殊的部分哈，那特殊的部分有无哈？就会对一个作家来讲，就会充有一种下作的一种养分啊，啊，养分啊，啊。高中了解到啊，你们书都反映的样票，样票你去改改实靠实效，对吗？哇哟啊！可是嘞，但是到啊，你某一犯下的时间以外啊，某一犯下的时间，啊，好比讲传统的家庭里头，有所谓的哈夫田的话，就难免有做主。啊，南门人做主，然后田地人嘛哈，所以他南门人的时候，啊，那你还沙地改变啊，啊，
不心猜，你在假品底部，啊，你在假出底部，应该有一个潜力上的一种提升。对，潜力上提升都哪里看得出来呢？可能在假品。风除了除了做海员吗？还还有没在创造那几家？有几家在厨房？有啊。哎呀，那你到什么？有几家工作室？你去还工作室啊？那你到什么？啊，主要主要除了做海，除了几家房间以外嘛哈，那一家是第二家空间地图，啊，是属于几家，就在。运用的，啊，人家说运用在空间的潜力啦，空间那种潜力的展现啦，啊，空间那种潜力的展现哈，而且做下做起讲做下是不让人来做的，啊，那么人当时他不做下伊，啊，总之要十分认真，啊，啊，这一种啊，但是讲现在你行业做下会不会变么干？做几咩中央一份担那种做下制度的指引，懂嘛？啊，等于几咩同时同时向他向有个做下适用的潜力啦，啊，潜力啦，啊，对吧？用关键在在家庭里头的空间制度啊，有七家的啊，当公平的哈、啊、一种安排啊，你那些唔简单的哈、啊，对吧？其实家庭那种空间那种。潜力的一种运作啊，潜力运作，嗯嗯。啊，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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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人家探索的什么人？人家根基自主的卡住，去给他吃住啊，自给自足啊，啊。哎，然后啊，跟我卡住的嘿，滚落滚过来，啊。分了我们啊，分了我们啊，啊，那有的呢，有的呢，他在现在你的书房啊，哈，但是做动用啥动货了，啊，动货了，被动货了，一种新音的关系呢，啊，那种新音呢，啊，新音嘛，信任啊，信任，啊，就讲日本人都讲信用啦，信用也对啦，啊，新音，哎，那都也是为 keep 属于用啊，哈。对吧？受有的欢思全部都在动它，对吧？受有的欢思啊，全部都在动它的，转到它改赢啦，没有问题啦，啊，动乖就好，啊，而这个该让持续让去改赢为赢嘛，哈，而记得传达了没有？好，啊，动好了，啊，维克一家哎，维克比较像 follow 吧啊，维克啊，哎，你好，叫什么老维克？没有，那叫我英讲，我英讲维克的，哎，讲不做吗？我出来疑问，维克，我就用白话的，我实施到一家新闻干部。有啦有啦有啦，我们是有的呀，啊，听说啦，您不是会喝的，你不是会喝的，你很会喝的，可以画可以的，你早做起个给客家不应该嘛啊，就算不会客气的告我们出来，不能讲啊，木质的啊，木质含的啊。我就是杜氏魂啦啊，很多杜氏底部啦啊，我俩俩真是懂天赋的啊啊，我都懂天赋的啊，就五南人嘛啊，在台湾俩民族发的高尚底部啊，做的偏气整气是改天的啊，也他自家做自家调气啊，杜气。反正讲精准的沟通，互相尊重啊，尊重啊，都无要
不包括拆的也有。对啊，不一样哈，还有美丽的哈，啊，带带心胸的哈，好，给，还蛮高分的哈，实相那样，会不会不难偏便宜嘛哈？其实两个西方的观念的哈，西方有的母亲注意嘛哈，透过翻译啊、转接啊，用实相的哈，本派家做的几个哦，念的，反正做的按钮啊，做那样翻译啊，哼。做起啊，安尼魔术里个民族的那种献祭，是吧？啊，从个做起，他个伊个那种万年国会嘛，啊，来万年国泰多好啊！诶，搿是某安样个民族啊？民族一个穷代层、底层都大国用嘛，哈、啊，就透过民族最简单的讲法，就是透过献祭多场命运等车的那种偏啊。一撒一飘啦，过两天中破，压一个那个烟罩，哈、啊，中央一飘，老外，平民大乡哈，中央一飘，啊，飘飘等车的哈、啊，飘飘等车的快点嘛，每个五洲中破一飘，单对，是飘，五十万飘是飘哈，啊，那就某家民族的快点嘛，就飘的，啊，飘的，啊，飘的快点，偏偏飘了。当到去像个哈先进的种西方油嘛哈，传过来那种加车的啊，传过来那种加车啊，而且在老中国都唔通用啊，做嘛西方当到去民主先进国家也对台湾比较偏好啊，因台湾遵循的那种所谓的人权啦、啊、民主啦、啊、自由啦、啊、哈，那种。普普世价值啊，普世一种加车的啊，普世标准啊，但总归得还能准时的哈，还能准时。你们呢？双汇会分散的哦，哦，还有台湾哦，那哦，我们那是哦，哈，你看，哦，对，唔谈到一代梦，用一代梦呢，跑出来了，然后呢，要比偏颇行的更多啊，啊，要更野方式比偏颇行的，好了。台湾很多是亲妈，是吧？啊，总统啊，韩正英是吧？啊，卫福部长啊，民福部长，周妈啊，你这是省城吗？这是省城吗？我用吗？冇用吗？啊，做一个冇成功啊，冇成功啊，冇成功，办理的规矩啊，让对他自家嘅公民的权益，对公众的私物用啊，对他自家观点想法。啊、哦，嘿，真实的，啊、哦，当然阿你们提讲做的宣传嘅，嘅唔系事实嚟啦，啊，嘅你谂可能谣言啊，谣言啊，啊，大手术啊，那样东西啊，啊，可以说时效我们做的转发啊，那个变成自家嘅，每发都比较自家嘅新闻度啦，哈、啊，弄坏程度的一部分啦，哈、啊，一讲到嘿台湾无位啦，后来透过一种。高空啦、啊、哈，时尚的那种传播用哈、啊，慢慢你都按起家的审判制度啊，变到你审判制度，创造了一种加深啊，创造加深哈。好，再来做一道实转变哈，啊，大家看到中央啊，做这个很多的事情啊，哈，其实你呢，就是太私人的部分，你们的私人的部分，太私人嘛啊，大自然啊，私人的。你讲他失言那个什么医生嘛？哦，很失言哦。失言的性，肾体啦、腺体啦、性侵啦啊，用送爽啊，失言，当失言啊。好，嘿，另外你观众们，那个什么对那种加破口的哈，不自然哈，失言失言哈，还失言失言有哈，嘿。本身做一部分，你做本身一部分，啊，当你有你呢，他做题嘛哈，啊，你跳什么？跳狗吗？跳傻皮？跳泥填法填法，啊，降带一块，降多一块了啊，降多一块，给你都。
状不明啊，根本你做过什么发言？身高太低，其实有冇有？一个什么的啊？我这样，要注意胎部，你说胎视眼啊，反扑啊，反过来，哎，属女一样哈，啊，属女一样啊。你不会注意胎视眼，跟最重要、最严重的破坏症啊，全球的温夫变得更高哈，跟登山。用花去建立建国啊！喺当地嘅大陆嘅地方啊，都开算有乜嘢？真系啊，真系啊啊！点解马尔地夫嘅嘛？咁几多年后，我全部猜去到度啊，去到度啊，去到度啊！我请那个叫国家，请那个天梯嚟去做世界国家啊！一个双就赢啦，哈赢啦，哈！我突然的五娘了哈，我突然五娘哈，那么来，我突然破坏了，我突然破坏了，我说，俺们是下过死啊，都一模哎，你要知道，这你当时的一模哎嘛，一模哎，水木哎，啊水木哎嘛，啊。啊，然后你们舔团就会掉开水啊，它是那种懂文油的异膜一嘛，啊，那就是很多的异膜的鼻度啊，那种感动啊，各种天香，像像某呀，啊，做胎师也给我们做舔团，就会做胎水啊，是不是除了你以外呀？你懂得省微油哈，没营养嘛也，是不点变白的哈，色变豆浆，边油边快哈，对呀，好，始终要体裁太硬，还太视野的部分，里面你会太视野部分啊，我们笑到懂的喂，啊，都不要老。老开始也开始也不敢开始也不敢动作啊数了丑啊雕啊哈说不错觉得还没挺长老各种雕哎各种书哎各种拔啊有熊有神发底度有管黑啊有管黑会发神干起呢啊没有没黑啊啊没有没黑啊刚刚掉了没黑啊好不好啊？胎视眼东西，注意两个审判底部啊，给你铺粉的时间嘛，你注意你的老底有关系，有关系有钢筋，有钢筋就做在变成两个下脚的体材，下脚的养分啊。等于我们体材胎视眼的时间，啊，你这他最后不漂亮哈，就用白银火海。相处，啊，然后你空它，就是保持各种包括省过的那种多样性，啊，我们四肢都任何一种测过也好，通过也好，面前，啊，就是多样的火海的空损啊，空它省它打一，啊，跟一种最迷一种理想目标呗，但是有那种理想目标是在宽。目前的情况，你就会下出懂得讽刺的诗啊，讽刺诗啊，是吧？啊，你等下，你要按拽啊，他们要按紧，要按拽啊，导演都在很下啊啊，你他们要按紧，用下要做出的事情按拽，刚刚，是吧？啊，你讽刺的方式来下啊，讽刺这个，你可能莫明到，你按拽啊。啊，那很高啊啊！但是实际上就会表现出一种敏锐嘛啊，按照按光那种含义，有吧？啊，用体贴的一种形象啊，也可以通俗也好，也可以含义也好，来表现不该啊，而表现很乖，去按照按光那一种风趣啊啊。
好，跟诸位当天我们怎么想好像战斗名言啊，用他打发下是吧，啊，你看到你们天香他用他打发下啊，给他打发你们用了诸位要从传统地步啊贴属于的很多天台有的是非我们要加油啊，啊，给诸位名言再有时效啊，啊，那家是讲有哪一种时效和两个时间诸多的宽处啦，啊，宽处讲，目前也要头办，有的嘞，有的嘞，神办有嘛，哈，嘿，七家母他在接受的，啊，就像传统的父母，啊，老天台的父母，啊，也该转变，啊，也该转变很重要。传统的哪门人，老天台的哪门人，要转变，啊，因为中央只要适应。现代的家庭成败也好，沙皮的成败也好，要改变，要转变啊！那么转变，然后可拿不会时效有关啊？啊，可拿不会时效有关？你想是，你能好好的用一种观念去面对啊，发生的事情的世界啊？你想是，你就没办法转弯啊，没办法转弯，没办法转弯的世界有吗？哈？主要要买赌博票的嘛，赌博票啊，赌博票啊，啊，这要买你赚完呢啊，给诸位，去搞个落金牛啊，然后看佛家讲的呀，执着啊，啊，对吧？正正刚好刚边边的啊，刚好，嗯，刚正，嗯，刚正。做起那些唔行吧，啊，再讲，做起那，要做的话真香嘞，很多这三姑子，折三姑子，这三姑子，嗯，嗯，啊，跟转转吧，啊，都啊边挑啦，啊边挑用哈，来向各种唔重要的角度，那么从这一段唔去加油嘛哈，其实啊，你有想时我执着做。他没题材来拼命的立场一款事情，就题材去改一款店一款事情，他没题材拼命的立场，但是说你一想你做过这屋的拼命用拼命的立场一款事情的时间，你知道吗？我还他祖宗父小对吧，啊，他有多年的一种想法宽法啊，就我们赌变装变啊！哎呀哎呀哎呀，很快很快，哎，没问题，啊，好，好，以下发问时间，你们怎么呢？啊，怎么？先生，请问什么？你们要求哪？想要用行动对象？形象，好嘛？形象思想啊，因为做起一个形象嘛，哈，个形，啊，你是讲形观啊，是吧？形观度效，形观度面的哈，啊，像这种形象嘛，哈，你们形状啦，啊，这种各种形那种也可以诺个诺点底部的衣色的哈，衣色的啊，是吧？用。会思考那种医生的啊，很多心嘛，很多心观呐，哎呀，并没讲那种心窗，那心窗唔好啊，然后呢，佛教讲呢，欲贪心嘛，欲贪心嘛，哈，哎，真正的心那个也是医生，啊，医生，叫行为医生里头最重要的部分的哈，就是心呐，哈，就是心哈，心经里头有讲，心经里头有讲啊，心那个。心给他心的话，给你们一个关心嘛哈，没心创的心啊，这心的紧腰了，紧腰最重要的部分哈，给心嘛啊，哎，给他心的重要的啊，嗯，波罗蜜多心经嘛哈，波罗蜜心经呐，那多，没多心经呐、啊，
波罗蜜多耶，当当也嘿，知非耶的哈，有关知非耶的哈，你看，也行哈，有关那种接收人嘛哈 ，YouTube 懂不懂？懂多音啊，懂多个开始音哈，你讲心音哈，那你看我懂多音懂，我该有心音了哈，就是讲快讲谈很谈哦，但是你真音，你多各种各种音阶音嘛哈。啊，我们观世音菩萨喊成啊，喊成波罗波罗波罗哈，啊，你那应该是谈会讲的慧信法师啊，你 YouTube 有吗？会不会的会，性情的性，啊，你师父有翻译，慧信法师他说的，他用的翻译波罗蜜多心经，哈嘎巴，用哈嘎巴讲心经哦，八戒。也可能是直接音译哦，八遮啊，八遮波罗，波罗用八遮啊，八波罗，密度啊，心经啊，心经啊，这个度是音突发了，带语音嘛哈，这些这种词尾嘛，词尾某意思的啊，这度是多出来的，这某意思啊，我们按你发音大概多少的多，数量等多。底下夹个鱼尾了哈，鱼尾哈，鱼尾哎，一个呢《波罗蜜心经》嘛，啊，但呢，因为有哎呀波罗蜜多哈，心经哎呀，波罗蜜多做嘞，精华核心啊，精要哎，精要的核心的部分哎，你好，你好，好，神够不了。我塞班的，不是班的哈，我塞班要跟南塘哈，南部应该我塞没塞呢，我塞夹夹的，啊，没有，哎你莫看，去看了哈，我要去看了哈，我去看了哈，啊，最好是莫跟他去看，也主要穿棉哈，好莫，好。好，好，什么来干哈？